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后，两人育有一子布布，家庭关系相当美满。今日有媒体目击一名女子牵着布布走到摄影棚探班刘诗诗，可以发现年仅3岁的布布身高已经成长不少，正蹦蹦跳跳的走进棚内。而当时的刘诗诗身着帅气黑西装外套，进入工作状态，气场全开，正以一副冷酷的表情面对镜头拍摄广告。没想到一看到儿子脸上的神色瞬间转变，成了充满母爱的温柔笑容。影片一经释出，就吸引许多网友留言：刘诗诗笑得好开心，表情真的好温柔，布布也长大了很多呢，母子俩的好感情有目共睹。